陪伴的 girl 哦啊、Sora？ 咦 ，Hello Rob， 点解你喺度嘅？可以理下我啊，我即刻喐唔到喎。点解啊？我琴日上完三堂跳舞之后，去咗做 gym 做咗365下深蹲啊，之后咧我即刻就喐唔到啦。哇！做咩事啊，大夫？你痛真系冇事啦。咁可以点算啊？冇嘢噶，跟住我嚟啊！我行唔到啊，你可唔可以扶一扶我啊？按摩师透过一对温暖的手在我身上进行一些推拉、按压、提拔和游猎的动作，将僵硬和绷紧的肌肉都放松了，有助血液循环，甚至还将残留在身体里面的水分都推散添。平时呢跳舞跳到很累，肌肉呢又紧晒，我都喜欢来massage一下，放松一下肌肉，等佢冇咁容易整親啊嘛！係啊，我都中意噶。不過除肌肉放鬆之外，精神放鬆都好重要嘅。都係。不過咧，我哋頭先咪講整親嘅。如果整親，但我又未有時間睇醫生，都應該有啲產品可以幫到手。我知道，彎彎樽裝啊嘛，冇藥味，滲透性好強添，仲有清新香味。嚟睇下 Rock 同埋 Flora 做完 massage 之後咧，我已經覺得咧，我所有疲勞咧都已經消除啦。睇我只腳，踢得幾高嚇！不好意思，又到了有獎問答遊戲的時候了。今集的問題是什麼呢？就是究竟我和 Rock 分別做了什麼的 massage 呢？是啦，答案呢，而最多的朋友就會得到小林製肉送出的精美禮品包，還有 Blossom The Secret Garden 送出的八折療程一次的，大家呢記得快點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， subscribe 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， 還有 follow 我們的 IG 啦，拜拜。